哎，录上了吧？声音有啊，声音有录。OK，好，客官大家好，我是07，欢迎大家观看这次视频啊。这一次呢，依然是玩这个USC Counter Force 啊，这个中文译名我总是记不住啊，算了，所以我就直接叫它 USC 吧。上期呢是试玩了一下这个游戏的教程啊，然后也玩了一下任务，就是开始就是随便开了一关任务开始给大家看了一下，但是呢。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来玩一个就是完整的一关单任务啊，单任务模式，对吧？因为，首先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玩，就是玩游戏一般不想看教程，因为又臭又长，老实说是这样的，只想直接先看一看这个游戏具体就是它那个核心的内容怎么样。其次呢，就是我自己也玩了一关这个单任务啊。我本来想象就是它和阿尔法18应该没什么不同，但是我错了，我错了。阿尔法20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至少是在初期啊，玩家是有一些就比这个之前的版本就玩家这个优势更少了，然后 AI 更进攻更凶猛了，就。我之前是玩了玩，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这个地图种子还是选一样的地图种子，我看是不是同一张图。就我之呃早几天吧，反正是玩了一关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单任务的这个搜索摧毁模式啊，search and destroy 这个寻敌歼敌模式。然后我是直接用这个一啊地图种子选了一，然后我打了一次这个四人队的这个图，还是标准难度，但是打得我非常的困难啊，就是啊。我首先我就没有在这个回合数之内完成任务，当然他只是失去得分嘛，但是还能够完成任务。然后我就打的就是一开场就差点灭队啊，就开局第三个回合我就差点要灭队了，就感觉 AI 我不知道是他修改了这个游戏的 AI 刷新机制还是怎样，就是怎么说就是一出门我就撞上了大群的这个虫子，然后就被压着打，被压制在电梯间里面，相当于是，就得亏是这个榴弹手啊，榴弹手这个大杀四方，一直炸炸炸炸炸炸炸，把整个地方全部夷平了，然后才勉强打出来，然后整个队伍就很残了已经，反正感觉就是我感觉比之前要难一点啊。他现在这边呢增加了几个新的东西啊，就是我玩了一下，我就可以说了，上一期就没怎么说。就首先一个是他这里有个得这个，他这个有现在加了一个奖励啊，就奖励一些这种零件可以用来制造一些道具。目前来说这个道具还挺有限的，但是应该是根据玩家玩的这个进度，他会不断的解锁新东西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然后武器它有配件系统，但是暂时因为我还没有玩到解锁配件，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对吧？我们就这样设置吧。我们到这个，等会儿到那个准备界面，我再跟大家说，就比较直观一点。我们选的这个经典啊，基地啊，基地就是怎么说？它虽然说叫面积大，但布局紧凑的基地内部，实际上它面积根本没有像这种主居住区这种，不是，没有像这种星球表面这么大，根本没有那么大，非常，我感觉很小，然后很紧凑，就是像就是人。就是人类对付虫子的最头疼的这个情况，就是什么近距离战斗啊，就完全就是施展不开。然后我们就用一吧，我希望还是一样的图，这样的话我就能更好的给各位解说，就给各位演示那个非常难受的一开始就被压着打的情况。然后是寻敌啊，然后我们用个普通难度，完了以后就一个小队四人组啊，只要四个人，不要6个人，就四人组。四人组比六人组要难一些啊，因为这个。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如果选6人组，你还是可以用4个人或者甚至3个人上场，因为最少是三个人。这个游戏要求最少是3个人进图，但是往上是到6个人。但是你选6个人的话，你可以也只用3、4个人，但是你的资源是6个人资源，他没有一个人就有25000块钱。也就是说，6人组的话，你就有这个10万啊，不是，15万，而4人组的话，你就只有10万，相当于。整整多了5万块钱，就难度就不一样了，所以我选的是四人组啊，一个小队，然后用普通难度来打一关。我们先开啊，然后这边的话，我配装已经勉强配好了，虽然钱没花完，但是大概就这样了。四个人啊，对吧？还是教学四人组，因为我直接就是载入的这个教学的这个
就是这个四人组的这个，怎么说？这个配置啊，然后他们的技能和那个教学官的那个技能是一样的啊，你可以看到，就是跟教学官的技能是一样，就是说一个这个他是这个步枪手，然后这个是他这个是电子工程师，然后这个是这个医生，然后这个是肉弹近战的，然后这个是重武器手啊，是一样的。好，然后首先我们说啊，就这个游戏它首先一个制造界面啊，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收集这些材料，然后来制造东西。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全是零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我打了一局啊，但是打完以后，它是保存以后是有东西的，但是我后面我重置了一下，就是我这边打的时候，就我在存档那边，因为我这个小队啊，我这个他这个小队保存有点挺尴尬，就是有一说一，就是插一句啊，就是他这个小队有载入小队，有保存小队。保存是摁一下直接就保存了，不会让你确认。有时候你弄错了，它就直接覆盖掉。而它不能另存，导致如果你载入了一个小队，然后你不小心摁了保存，你就没法回退了，就有的时候挺麻烦。然后配置也是，就是它只能新建配置，然后如果你在当前配置上做出任何改动，它就会自动保存，就有的时候挺麻烦的。所以我是折腾了半天，后面我就直接把存档重置了一下，然后。然后重新打，所以这边是零啊，所以是没有资源。其实有资源打一局也没用，打一局这个获得资源不足以让你造一个东西啊，不足以让你造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只是目前来说，我资源只能造四样东西啊，就是而且基本上都是可以买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差别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武器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升级项目，但它需要在这个什么有数据仪或者代码片段条件下完成任务就可以解锁升级项目，但是我至今没有碰到，所以我不太了解是在战役是在那个行动模式里面还是怎么样，就我不太清楚啊，我至今都没有解锁。OK，这是一个，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它这个游戏加了一个就是这个相当于是这种挑战的内容，就是说有些武器啊比较强力武器和装备还有弹药。都是需要你，就是进行一些挑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手枪的这个全金属披甲弹点四四的，这个在教学里面各位也看过了，就是他要你捡的时候，默认就捡了这个子弹。但实际上在玩家玩任务的时候，一开始这个子弹是没有解锁的，它需要你完成这个寻敌歼敌任务，在普通难度下面，然后击毙这个任务，完成一次寻敌歼敌任务才能解锁。并且是要成功完成。它下面还有，比如说，你看这里有什么逃出矿井行动啊，这是行动模式，有4星评价以上就可以解锁这个冲锋枪高爆弹。然后标准难度下，你看完成这个击退一群这个防守任务，然后解锁，然后需要是在这个科技前哨站的这个地图，然后才能解锁冲锋枪的这个酸实弹啊，酸液弹啊。它有一些这个就是它这种强力的弹药装备也是啊，我们看啊，装备也是，就这后面这些装备啊。然后还有武器，就强力的东西，它需要你完成一些挑战啊，才能解锁，不是说随便就能拿的，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提高一下游戏的重复游玩度吧，相当于是。因为有些你看，我觉得其实有些比较难，比如说这种以5星评价完成行动的，或者是用严峻以上难度完成这个单任务的啊，都挺难的啊，还有些还需要你有这个次要目标，比如说你要开。就是我们往后退一下，你看这里有次要目标，有些它要求你开启这个次要目标，什么获取物资，或者说是这个涅槃四行啊，就是刷怪更多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严峻难度以上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这个我行动类型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像暂时没看到，但是我估计以后可能会加，不一定啊，就比如说必须以硬核难度啊，就铁人难度完成什么行动之类的，现暂时好像没看到，但我觉得它可能会加。就有点挑战性，相当于是，然后我看一下啊，我这边是配好了，我就讲一下吧。这四个人啊是这样的，跟我之前试玩的时候差不多。工程师呢，我们电子工程师呢，他就是还是步枪手啊，然后他主要还是我们把他把那个速黑器啊，我换了一下，换了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品创三头犬啊，这个是目前我能买到的这个最好的黑客设备啊，它这个。首先是它的黑客距离啊，比这个速黑器要远，它可以有三格。第二个是它的加的成功率更高，同时它也是能够重复使用的。然后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
它可以就是绕过以硬接线方式接入的保护电路，这个是一个设置，就有些它的那个，怎么说，就是电子设备是有一种叫做 hardwire，就是硬接线方式啊，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有些这种黑客的东西是不能黑的，就是不能黑的，就它是这个是好啊，这个是比较好用的，我就买了一个啊，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就不管它啊，这个什么。焊枪和工具啊，然后有人就会问，哎，这个焊枪和工具啊，这个对吧？你都没有完成挑战啊，是怎么来的呢？哎呀，这个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在教学任务里面，我们是有这两样工具的，对吧？然后他这个小队，我载入的是这个序章二小队，所以载入的时候，它里面的道具就已经有了，所以就是相当于骗了一下，就是骗了一个免费的焊，也不算免费吧，它这个点数还是扣除了，我还是出了钱，只是本来我是没有权限使用的，但是。不能使用，但是他已经对吧？就直接给我买好了，就是钱还是花了的，只是说本来是不能买，但现在我就弄到了，那不管就先拿上，他是步枪手，然后用了一把手枪啊，这个上了一把手枪啊，子弹就买了最垃圾的子弹啊，这个就是只是就保命用的，就万一咱们这个步枪子弹打光了，又没有新的弹药的时候，对吧？就勉强凑合用一下啊，所以也就拉了一甲，没拉很多啊，然后是因为主要是格子也不太够，然后他额外还加了一个护甲装甲板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只要一个肉弹，有的时候不一定，因为他 AI 是懂得绕过你的重甲单位的，就是有的时候啊，AI 他会绕过你的重甲单位去攻击后排的人，就你重甲单位，因为他这个游戏是没有那个，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游戏是没有这个控制区的概念，就是那个control zone。没有控制区的概念，也就是说，AI 是可以随意的绕开，只要它有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有地方落脚，它可以随意绕开你前排的人，冲向你后排。一个坦的话，有时候是难不住的，对面是直接可以冲过去的。就虽然 AI 会打它，会打你这个肉坦，但是比如说它前面可能有那么两三个格子，对吧？挤满了人以后，它后面的 AI 它会直接绕过你这个人，它不会去排队了，它会绕过你前排去打后排。对吧？它这个设计，怎么说呢？就是还算是做了妥协吧。就是 AI 它会优先打你前排，对吧？因为这是我们玩家希望的这个样子啊。但是它你一旦前排它的周围全围满了人，那么 AI 就会自动的绕开你的前排去打后排。它又没有控制区这个概念，导致它就可以从你前排边上走过去，AI 直接走到你后排。所以我给这个步枪手就也装了个防弹衣。我意思就是说，他站前排，然后步枪手站中间，把医生和这个榴弹手站在后面，就说他是主要挨打，他是次要挨打。我就相当于设置了一个次要挨打的目标啊，所以给他装了一个防那个护甲板，然后他装了三个地雷啊。这个东西也是我之前玩的时候无意间这个就是买了一个，结果发现挺好用啊。它这个挺好用，它其实就是一个蝎子啊。大家如果记得那个蝎子，那个虫子啊，蝎子那个虫，它就是爆炸以后有个5×5的爆炸范围。这个地雷也是一样的，它是虫子踩上去就是一个5×5的爆炸，然后伤害也挺高。缺点就是第一个它是无视敌我，就是只要在5×5的范围内全部会受伤。第二个它需要踩上去，就是它虽然写的是什么。这个，杀伤范围内有敌对者，无有军事会爆炸，不是这样的啊，它是只要踩上去就会爆炸，不过无有军是这样，就是它如果5×5的格子内有友军的话，它是不会爆，但是5×5的范围内有敌人，如果没有踩上去，它好像也不会爆，就必须要踩上去，貌似我记得是。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因为之前打得很激烈，也没有仔细看，但是哎，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被引爆，也就是说你可以相当于随时设置一个爆炸筒一样的类似，然后你先让这个电子工程师啊，他去这个安放这个雷，然后再让这个山猫啊榴弹这个重武器手榴弹手去引爆它也是可以的，就是他安放然后走开，然后他去炸也是可以的。好，然后还给了他一个这个士气助剂啊，这个原因是本来我是上一次之前是没有用，但是自己玩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士气很低啊，他虽然是步枪手，他和山猫是一样的，但是山猫因为在后排很难被打，所以士气还是没什么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他有时候会被打，因为我自己玩的时候，他有一次被打到了士气归零，然后陷入了那个狂暴状态。狂暴状态以后，他是会对，他因为又没有点这个心理调节，他没有点一点心理调节，也没有点副专长，所以他这个他陷入狂暴以后，他就是那个单位啊会把当前弹匣内的所有子弹全部射出去，向周围随机开火，然后就疯狂射击，然后也打到了队友，也打到了敌人，都打了。完了以后，下个回合他的 AP 值会归零，也就是说，他不仅会把他的子弹全部打空，而且他下一个回合还没不能做任何事情，就非常尴尬，所以我给他给了一个士气助击啊，就万一士气太克，因为回士气的话，我加血是可以回士气，但是他也只是怎么说呢？因为他当时狂暴的时候，他并没有费多少血，他只是因为那个就最强的那个近战怪冲到他面前，给他疯狂撸了两下，把他吓到了。就是虽然血没掉多少，士气给清空了，大概就这样吧。就是就所以他就。我就是让他补一个士气啊，然后就是医生，医生的话呢，跟之前那个教学怪没什么差别啊，就是主要就是我多买了一些这种道具啊，什么道具都各买了一样，对吧？什么都试一下，对吧？每个道具都买一样呀。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是止血用的啊，止血比较好用，回血就它是止小出血，就是比如说你10下的出血就用它，因为它也不加什么血，它主要就是止血啊，也比较便宜。中和剂是主要就是灭火用的啊，它虽然说有这个减少酸液及那个层数，但主要就是灭火用的，它可以立即灭火啊，不需要等那个，不需要去什么减那个火焰层数，然后每一回合去按那个判断，因为火焰是这样，你各位仔细看，它是这个受到火焰伤害就会投骰子，然后这个。然后是点数和这个层数比，然后就看是不是会这个引燃啊，引燃的话它就会掉层数，但是它会烧一回合，就这样。这个玩意儿就是直接灭火啊，就把所有的火焰层数清零，然后并且立即灭火。啊，绷带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是止血啊，但它也可以加血，它就是相当于你。这个出血层数比较高，超过10层了，得不到20层，然后又费了一些血，可以用它。然后这个医包的话，小医包、大医包就不说，这主要是加血用的，虽然也可以止血，但是一般来说，你出血出到30-40层的话，那基本上就掉血也很严重了，所以就主要加血。然后这个针是治疗这个毒用的，就是我因为发现这个那个猪啊，就上一次我们这个。试完的这个叫那个猪土，这个远程就是远程伤害的那个玩打远程的那个怪，它的那个毒其实很厉害啊，就随便一下你的单位就会积很多层毒，而毒的话你不治它是不会掉的，而且它没有一点毒，下个回合他那个人他就会没有一点毒就扣一滴血，就每回合会扣。你到了10几20层以后，特别是他这边毒液，你看积到25层以上，还有其他的特殊效果，而且你积了10几20层以后，每回合要掉10几20滴血，非常恐怖，啊，毒这个是制毒的，啊，不是制毒，是治疗毒的，OK，然后坦克啊，这个吹哥就是肉坦啊，没什么好说的，盾牌斧子全部拉上啊，这个我给他架盾牌，然后头盔防弹衣啊全拉上。然后呢，他也没有，他空了一些格子，主要是因为，吹哥不仅是肉坦，还肩负着一个就是，拿东西啊，地图上面如果有一些那种收集品啊，或者什么那种加分道具啊，什么，他还负责拿东西的啊，拿东西的，他的话呢，就是给了一个这个也是减毒啊，对吧？减毒的这个药，这是自己可以用的。因为这个肉坦啊，一般是顶在最前面的，然后远程单位会由远到近来攻，远程单位会由近到远攻击他的目标，所以他会优先打这个肉坦，然后肉坦实际上就会积一堆的毒素，积很多层毒，所以他买一个这个药片，完了以后他还买了一点这种止痛药，止痛药就是小药，他怎么说？就医生有的时候，比如说忙不过来，或者说医生的药已经。快见底的时候，他自己吃用的。当然，这个小药呢，就是他一次只要耗一点 AP 就能用，一点 AP 会5点血，啊，2点士气，
坏处就是它会加五层麻痹啊，麻痹的话尽量控制在20层以下，因为你看超过20层，它就要开始扣你的行动点数了，就每啊、呃、就是应该说每个行动都要增加额外的行动消耗了，所以的话就尽量控制20层。不过就是说没事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啊，就是减少一下，就不要医有时候你费血扣血扣得很少的话，就不要要医生专门用其他的那种道具了，因为其他道具一般加血就一口气会加很多，尽量不浪费。然后这个山猫啊，山猫就是这个榴弹手啊，榴弹手，暂时我只能买这个燃烧榴弹啊，我看一下，对吧？其他榴弹我买不了，都没有解锁，所以只能买一些燃烧榴弹。完了以后还有这个给他买了把冲锋枪，这是给他做防身用的，就是比如说榴弹打空了啊，或者说是在有的时候搜索的时候，对吧？就因为榴弹是不能用来。不能用它防御的，因为它防御会触发那个，因为榴弹的那个杀伤范围很大。一般来说，看到敌人的时候，敌人离你这个队友也比较近了，它会就是会显示，因为友军在这个，就是射击范围之内，那么它的防御火力是不会开火的。所以榴弹是一般来说是不会设置为防御啊。当然，一般来说的话。正常情况下，如果已经开始交火，榴弹一般是不会剩下行动力用它防御的，因为它所有的行动力都会用来打榴弹啊。但是他拿一把冲锋枪的，就是说，比如榴弹打空了，对吧？他你也得找点东西用，所以给他拿一把冲锋枪，然后给他买了一点点子弹，也不多。当然他这个榴弹手他是没有任何枪法等级的，所以我就买了把冲锋枪，也没有期望他这个打多准啊，就对吧？就随便打一打就行了，啊，然后榴弹手给他买了一个这个激光瞄准镜啊，因为激光瞄准镜加准度，但是我主要是看重是他加暴击伤害，他加暴击率，说错了，暴击伤害系数和暴击率啊，因为榴弹它是个范围杀伤的那个武器啊，它这个杀我希望它的杀伤力再更加强一点，所以我给他加了一个这个，我主要看重的是他的这个加暴击啊。然后他买了点药啊，就是因为对吧，也是就万一被打了，就可以有时候可以自己先吃吃药，不要全靠医生。为什么？因为我只有4个人，医生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用他的这个喷子啊去输出一下。喷子很有意思，他在不管是单管射击还是双管齐射，在一格范围内，就是他脸上他是只就是说他是这个精准射击，就只打一格，但是只要超过一格，2格以上。它就是一个范围3×3的范围射击，就是说喷子打远的地方，有时候会可能会打中队友，就是所以要看好那个射击位置，就射击的那个格子。但是打脸上的单位是可以直接打到一个点上，一般是能中的。OK，那就是这样的，我们直接开吧。介绍完了这个队伍啊，我们直接开。OK，准备好了，开。哎，好像又是一样，是一样的图，没错，完全一样，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那这个地图地形其实我已经很熟了，所以应该比较好展示了。这个地方是电梯，然后出来以后就是大家就准备迎接大混战啊。我们先，对吧？还是一样的，我们让我们的慈悲去开个门啊，慈悲开个门。哟，你看，哟，怎么回事呢？怎么一开门就一个炸弹？我操！那这个时候慈悲不能站在这儿，否则会被炸到。我们先退一个拉回来，对吧？然后把这个友军伤害打开，直接轰这儿也可以啊，也不会炸到自己人。轰后面的话呢，存在会把这个蝎子往前推的风险，所以我不敢轰后面，因为蝎子如果再往前推，那我这边就退无可退了，对吧？这个玩意儿它肯定是个3×3的爆炸范围，不用看。我们直接从这儿开始啊，直接打一轮啊，OK，打一轮3层出血。但是这个玩意儿，因为我们是这个高爆榴弹，我们不是穿甲榴弹，导致有点穿不了它的甲。啊，打3轮都没有把它炸掉，不过血扣了挺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简单啊，直接再来个手雷，你看，嘣。这个时候，这边被炸，这个墙被炸坏了一个，这个墙再炸2个，那边就是空的地方了，所以
会有虫子过来的。我们先把步枪兵放到这儿，转到这儿来。你看，这有一个小东西。然后我们的这个金甲手过来，看一看啊，这儿有一个加了护甲的附加装甲型的这个月虫啊，月虫之前没介绍过，因为那个教学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实际上我是曾经的试玩里面也没说过啊，如果是老观众看了我之前的试玩的话，也没有说过，没遇到过。月虫它不一样，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母虫，你看它上面写了，它是这个带酸带毒，是近战攻击，然后是吸血攻击。它对冰冻是抗有冰冻抗性，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到处生小虫子，生那种小的叫做蜂群，看到没有？它可能引来蜂群，它就会生那种小的虫子，而它死后也会生小虫子啊，就是一种母虫。它的问题就是首先一个它会吸血，近战吸血，第二个是它就是到处生小虫子，非常烦人啊，非常烦人。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想的？我现在是这样想，跟我之前那一局打完他的想法一样。首先，我们要快速跑过来把门锁上，这样能够怎么说呢？就是不会让，就是降低敌人一次冲到我面前的数量，就把别人分隔开，不让对面一次冲过来啊。所以我要这边是有一个门的，这个地方我是记得的。然后这里是有一个门，我要尽快把门这个门至少锁上一扇，两扇锁上最好，尽快把门锁上，然后。然后就在第二个就是在这里建立防线，因为他会从这边冲过来啊。当然，如果这边有虫子的话，也会啃墙壁，但是墙壁可以跟我挡一下。这边会冲虫子过来，我要很快把这个锁上。所以我看一下他这边的话，就不能耗费很多行动力。我们先这样，让他走到这儿。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有这个增加了精准度的这个亚这个小虫子啊。是这个加了，就是额外加了精度的，啊，不管啊，我们这个它现在是有多少？有25点，那我们可以用一次。我们先把这个大的这个门锁上啊，好，锁上。它因为它这个锁上是两层啊，这个锁上两还是个大门啊，锁上。但我还有10点行动力，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再锁另一个门了，行动力不够了，它需要15点。那么我们就用步枪射击啊，这个能打一个是一个。长点射的话，我想用短点射打，但是短点射它这个攻击范围点不到这里，长点射我只能打一次，就有点尴尬。缠身是个范围杀伤啊！哎呀，不能 AD 嘛！你看长点射的话，它是个范围杀伤，它就不能精确射击这个目标。有存档吗？没有存档也有点尴尬，因为我这个位置不好。其实刚刚不应该打，应该往后撤的。刚应该往后撤的，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太开阔了。这样吧，我们先把这个医生过来，让他看能不能把这两只虫都喷死。直接双管吧，我觉得双管靠谱一点。漂亮。漂亮，哦，医生撤到这个位置，那他到这儿来，他到这儿来就是怎么说，进入防御状态，顶一下这里，因为这个虫子肯定会冲过来，我希望他能够直接打我的这个肉坦，而不是后面的人，给他蹲下，蹲下，蹲下。这个方向啊，对着这个方向使用防御。OK，然后榴弹手的话，它只有7格的话，我们还移动到这个位置，就稍微走一走，因为它也没有其他能做的事了。好，那就这样，我们结束回合。对了，这个正式版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不会每个回合自动存档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动了哪里给它关掉了，还是说正式版就这么设计的？就我找不到那个，你看载入的时候我找不到那个自动存档啊，这都是你看这都是我怎么说之前存的，不是现在存的，看到没有？就，这都是之前存的，所以它不会自动存档了，所以有时候每个回合要记得自己存一下档，就挺不方便的。
就因为之前是每个回合开始的时候它会自动存档。你看这个地方锁门很关键，你已经在啃门了。因为有些怪啊，比如说那个近战的怪，像死神那种怪，它是会开门的，它有手的。虽然像这种爬虫之类的其他怪是没有手的。你看虫子还有一点一个特性啊，就挺有意思的一个特性，就是如果有其他虫挡住了这只虫子的路，你看开门了吧？那么这个虫，那么后面的虫子会把这个挡路的虫子直接打啊，不管。直接打！你看刚刚那个小虫子挡了路，对吧？这个后面这个月虫直接把那个小虫子给吃了，或者说砍了，它不会管，它会直接砍。所以利用这个特性也可以打，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可以制造一个区，让对面就没有地方落脚，那么后面的虫子就会直接打前面的虫子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地方这个虫它开门了，这个时候对吧？我们不急啊，我们这样，我们先走一步，你开门了很好，但是我要把门给你锁上了。对吧？好，这样这边有一个爆炸筒啊，对吧？大家知道我要干嘛了。对吧？大家看到爆炸筒，知道我要干嘛了啊。这样炸一下的话呢，它就起火了，并且有一个这个伤害。然后这边有一个门，对吧？不急啊，我们直接这个，它有没有离动力？能过来吗？好像是够的，好像是够的。一二三个，好像是够的，对吧？还是那句话啊，先把门都锁起来，对吧？不要管这个回合数，先把门锁起来，就是怎么说，就是让虫子啊一波一波往上冲啊，不要一次全冲上来，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要先把这两个门破开。这边也要破开，要先把门破开才能过来。就暂时来说，只有这个地方的虫子是直接从这边直线冲过来的啊。这一块的虫子是直接冲过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专注这一边。然后他这边的移动力很有限了，八个可以打一轮吗？好像也谁也打不到。先要向后撤吧。我们去拿点这个加压筒，做点掩体也可以。看一下，他还有榴弹吗？他有榴弹，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距离有点远，我们可以让他先上个弹。距离有点远，等他往这边冲才都可以。上个弹以后，我们把这个，想一下，我们把这个桶给他拉过来啊，大概在这边用两个桶来卡一下位，比如说卡这儿。是不是医生的？好像医生的那个多一点。我们这样。哦，他行动力已经用完了。那别，那别了。那你先别动。他行动力也用完了啊。那行。先把这个桶推到这个位置来啊！开始推箱子了啊！感觉好像有点，没关系啊，下个回合就能推过来。把这个桶推到这儿来，这个桶啊推到这儿来，这样它就要从这儿绕一下，然后把这个桶也可以推到这个地方来，这样它虫子要这样绕过来，我们就对吧？然后它就卡在，我想。其实就卡这儿也行，把这个桶放到这儿来，然后它卡在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呢，它那些虫子就得这样绕过来，然后我的人就可以在后面输出，或者它卡在这个位置，就它卡在这个位置，然后这里两个桶，对吧？它卡在这里，然后这个什么步枪手啊、榴弹手就可以站在后面输出，非常好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之前呢，他还要先到这儿来一下，因为步枪手这个地方耗尽了移动力，我怕下面有东西会冲，所以。他到这儿来掩护一下步枪手，防御。他的话，你要么先站这儿吧，等会拉，先把这个桶拉。哦，也不行啊。算了，让医生来拉吧，让医生来。先这样。忘记存档了是吧？算了。好，这个门已经快烂了，你看已经有一半被扣了一半的血了，这虫子在各种咬墙壁啊。他就跑了，电脑有时候没血了就会跑。
啊，这边关了门以后，那也在开始咬，也开始咬门了。哟，猪来了呀！这边也在咬门。啊，这个地方你看有着火了，看到没有？这就是那个至少是阿尔法的这个死神啊，这个至少是阿尔法的死神，这着火的。啊，我忘了存档啊，之前一直赶紧存个档，对吧？还是一样把按照之前的这个策略，对吧？把这个先。等一下，嗯，可以，一下，二，三，走上去，哎呦，它移动力不够了，挺尴尬的。这有个猪，猪的话。看步枪能不能打？感觉有点硬，打不烂，要么叫榴弹，要么就撤，有点硬。等一下，榴弹先不急啊，榴弹先不急，我们先让榴弹把这个，就把这个阵地构筑好。OK，把阵地构筑好。完了以后这样，OK 啊，这样我们算一下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是5×5，对吧？我们把这个埋个地雷在这儿，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个5×5吧，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埋个地雷啊。这样的话就正好啊，两边都炸到了，然后步枪移动力也不多了，对吧？撤退，向后撤退。他这个哦，没有那个没有移动力了，榴弹要么我们站后面一点，因为榴弹不能防御啊，榴弹不能防御，所以榴弹站后面一点，步枪站到这儿来。啊，这个近战对吧？我们这个扳机卡这个位置啊，卡这个位置，应该是怎么说？这一块啊，给它防御。然后步枪的话呢，我们能装子弹吗？哦，它这个移动力也不够了，那就这样啊，我们把这个什么阵地构筑好了，把阵地构筑好了。就这样啊，我们结束回合。哦，对，这个榴弹看能不能做别的事啊？榴弹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做。榴弹我倒是可以打，但是我感觉要节约一下，我现在不想打，我想等怪多一点再打。嗯，就这样吧。他防御的话，我感觉不太行啊。我觉得他防御的话，他会炸到队友，所以榴弹还是别防御了。啊，就这样。这门快坏了！嗯，漂亮！啊，这没炸到他！我操，刚刚那个地雷炸了，没炸到他！我操，尴尬！哦，他是有附加装甲，是不是装甲太厚了，炸不烂？炸不，就是怎么说，炸他不扣血还是咋的？装甲太厚了！啊，来了！啊，上来就口，你看。这个装甲有用吧？他上来就砍他，哇！这里来了一个大东西啊，他这边全在扣血。那是这样啊，这样啊，想想，他这边扣血了，需要治疗，先存个档。啊，再来点水啊，来点水，我这一杯水一下就喝完了。不急，看一下这边有两只，或者这里后面可能还有一只，我刚刚没看清有没有。至少三只，等一下，他先到这一块埋个雷，不急，
因为这刚刚看到没有，刚刚这里有什么东西啊？打了一下是这边全在扣血，说明是一个范围攻击的东西。那一般要么就死神，要么就是更牛逼的死神啊。在这埋个雷，他是个带甲死神啊！你看装甲很厚，怪不得刚刚雷可能没炸到他。那么带甲死神，我们只能使用一些破甲的武器去打他了。你能破甲吗？也许能啊，但是我们先要处理后面。啊，这个位置。好，都烧起来了，再来一发。可以，这样的话他应该能打吧？然后他到后面去，我看给一斧子会怎么样啊？打出了撕裂，但是这血是根本就没有掉啊，他这个甲太厚了。那不行，他得要到这个地方来扛一下，不然的话，对吧？你得扛一下后面的攻击。榴弹的话，这边还有一发可以打啊，这样炸会炸到地雷。这样的话可能会把掩体炸掉，也不好。等一下，我先去救一下他。他这边的话是扣了这个将近快100滴血，7层毒，8层出血。那我们其实可以让一个这个，8层出血其实并不严重啊，我们可以要一个这个贴就行了。这扣了100滴血，那倒是可能需要治疗一下。或者我们直接用个绷带也行。毒的话，不好说，看怎么救他比较好啊？我可以直接加80滴血给他，但是这样的话，我就相当于说是浪费了他的一些失血的这个，浪费了他这个失血层数，然后毒暂时可能救不了，因为7层毒的话，我感觉我不太想用这个，因为等会儿他们可能还会继续积累毒素。7层毒我有点，不过他这一针下去可以把10层失血也治掉，好像也还行啊，给他来一针吧先，这样毒和失血都没了，但是他扣了一些血，我们用一个，要不他把这个药给他吃吧，不急啊，医生先后面过来给他喷几枪。漂亮，还有多少 AP？22点，再来一枪。12点 AP 啊，然后没子弹了，我建议是赶紧留，往这边留吧，对，往这边留，没问题。步枪到这儿来，他把这个药，给他。他直接来吃，他吃一个这个药啊，差不多没问题。这个玩意还是斜着打的呀。哟，长点射的话会打到队友，不行，只能用短点射。但是这个位置好像也不好打，他这个有这个甲，我看一下。其实我走位有点问题。这样回去的话要8点移动力，也就是说我现在只能够，可能只能打一轮长点射。哎，打掉了，漂亮漂亮，撤回来。他来看这边，OK，他卡这边，没问题，都没问题。他要装弹，但是没有 AP。他的话可以装弹，也可以打，不能打，那我们给他装个弹。其他的应该没什么大问题，OK。那么我们结束这个回合。看他会吐谁？先蠕虫先过来，啃他没有问题，这边踩到地雷，漂亮，这边门也被打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炸坏了打坏了，哎呦，
坏了，这个玩意来了，这个玩意来，我们就要撤出这一块了，要把蝎子打掉。啊，这里又来一个猪。啊，是谁最弱打谁是吧？哎呦，你们真聪明。啊，这玩意儿。啊，好家伙，不过这个桶着火了。刚刚那个确实很好，就一次把一个全踩了。但是问题是蝎子爆炸把我们这些人全伤了。啊，这个东西来了，boss 来了，boss 来了，boss 来了。但是刚刚那个蝎子爆炸把我们这些人都伤到了，非常惨啊。不过，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害了自己。也就是这个啊，这个什么杀机索斯什么什么什么，就这个暗影使者，这是 BOSS 啊，他是有这个，你看可以发动暗影范围攻击，窃取生命值，所到之处留下这个暗影火，暗影烈焰是踩上去就会有这个伤害的，这是 BOSS，啊，他是直接着火了，对吧？你看这个桶也火了，对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买这个中和机的原因啊，对吧？直接灭火，好，这个玩意来了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直接，我觉得要么就直接。啊，他还没到这个格子是吧？但他正面装甲其实挺厚的，我感觉这个榴弹感觉高爆弹感觉有点打不过他呀。他现在又扣了血，现在是10层毒加上130滴血，那我觉得肯定要用个大医药包给他了。但是这个10层毒，我觉得可能等会儿再治，打完再治。先给他包一下，加80滴血啊，勉强还可以。这边是扣了这个60滴血啊，对，没有特殊状态，没有特殊状态的我先不救吧。他这个血也挺厚的，你自己吃点止痛药，等一下。啊，他先让一个出来，哎，我先存档，忘记了。榴弹站过来吧，但这样炸的话会怎么说呢？就直接炸到这个脸上，不是，直接炸他正面装甲，不知道能不能破甲啊？好像感觉破不动甲，你看一次只炸，啊，OK，然后没有行动点了。啊，手雷也投不起了，只有13点。那你能把手雷给别人吗？啊，可以，把手雷给这个塔，让他来扔。毛车。手雷是这个3×3，破甲35，破甲35是不是有点尴尬？能不能造成？87点血啊，不是很多。玩手雷可能对付这种重甲单位并不好，可能对付这种小虫子还可以。但是对付小虫子真的有必要用手雷吗？那对付小虫真的有必要用手雷吗？啊，打掉。他，我看能不能去砍一刀，但是砍一刀感觉他这个防御就减弱了，感觉有点可能有点难崩，要么就喷子去喷一下，不，你让个路出来。哦，他没弹药，我操，好像感觉也不太行，而且他还撤不回去了，哎，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们载入一下，他撤不回去不行，这个。要医生留在外面的话，对吧？那肯定不行。但其他的东西还是可以，对吧？就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刚才那个来打。手雷给他，对吧？他这个扔颗雷试试看。然后这边再用这个步枪的短点射，把这个小虫子全部打掉。这个我们还是复制一样，只是喷子就别上了，因为他没弹药了，就这么简单，他没弹药了。
想个办法啊。停个雷，炸了三格血，然后想想啊，这个加压筒会爆炸吗？我有点忘了，啊，不管了，他们往后撤一个。啊，这都往后撤一个，然后他就卡这儿。我希望这个玩意儿不会冲到这儿来，冲到这儿来的话就一次打脸了。他装弹好像也不够了，喷子的话，喷子这个防御没什么用啊，喷子防御只能防一格，就只能防近战防一格，因为他远了，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它这个范围就是一个三乘三的嘛，啊也可以，但是它大部分情况下会被这个，因为会有一个友军伤害，导致它不能射击。这个玩意儿就，我觉得还是别让他站着，等下这个一冲过来，一个爪子全受伤就尴尬，对吧？让他站后面就行了。OK，差不多，没有问题了，结束吧。嗯，谁还有啊？他有七点，他有七点，那就让他蹲一下。让他蹲一下也可以啊，让他蹲一下。你看他刚刚友军伤害已锁是吧？你看，因为他喷子打这个地方的话，你就会打到友军，所以他不会开枪。这是一个加强型的，应该是他这是个范围攻击，他这个玩意儿。啊，这玩意儿来了，他还个击退，你看，很猛的这个 boss。但是 BOSS 我不能用榴弹打，榴弹它这个伤害太低了。我们先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步枪手啊，这个电子手，他有一个毒了，所以医生要处理一下。但这个他也非扣血了，16层伤害，然后是扣了这个100多的血了，16层出血，18层毒，有160吗？好像不到160，但是有这个。140了，啊，不急，我们先用个医药包把它奶一下，对吧？好，但是毒的话，给它扎一针，漂亮。好，这个时候它就恢复的不错了。来，我们这个还是走过去，优先把这个大怪先干掉啊。打了一下，打出了撕裂，还行，打出了撕裂还行。他现在是这个24个，那我给他撤回来的话，啊，差不多他也动不了了。步枪手，等一下，这样能打，这样是能打的，那也可以试一试，用榴弹炸他后面，看能不能炸到，或者我先用榴弹炸这边吧，用榴弹炸这边比较好，我觉得。来，这不是炸得很爽。这不是炸得很爽。好，榴弹炸完了，把后面的清了一下。七点这个他也没什么能用的了，先让他撤后撤一个，不想走一个上来，然后用这个短点射。把这个玩意清掉，哦，没子弹了，转个弹，啊，漂亮，啊，医生的话要救下他，他要小心要扎一针，他有这个毒的效果了，啊，扎一针把毒清掉，然后他是扣了这个110滴血，但是没有出血啊，没有出血，那我还是治一下他吧。
还是字一下吧。漂亮。这边的话，他顶个防御啊。喷子到后面去喷一枪，可能撤不回来，对吧？我现在是一共是他有21点，到这儿是3点，到这儿2点，为什么？应该能撤回来啊。打93啊，可以，撤回来，不想往前走一个，直接长点射，这样长点射能打掉吗？还是说我再走一个比较好？这样现在打的话是可以打三轮长点射，不过是打前方装甲，是不是有点尴尬？这样的话只能打两轮，看能不能撤回来。两轮R7-14应该能撤回来，但是他就是打，应该是能够打到后方装甲啊。哎，漂亮漂亮，这个步枪手，哎，漂亮漂亮漂亮，这个打得真漂亮，把他打掉了，打掉了就好办。那这边就一个防御，啊，榴弹手往后站一个吧，就这样站一个，没问题，不要动，把这个装备栏都准备一下，啊，士气是满的，他这边是扣了点血，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不防御，我们先吃点这个小药啊。吃三个小药，不要到20，三可以了。然后再防御，正好八点。可以。那暂时就还好啊，撑住了，撑住了。对面还有13个目标，还有一个巢穴。还好，还好，还好。那只要撑过了前面，其实后面应该还好。下一个回合，他不要动，5点就这样，不要动。好，烧死一个，烧死一个猪。只剩一个了，但是他好像是一个范围杀伤的，也挺强。他这个，你看这个骷髅表示他是一个 boss 级别的。你看他这个，哎呦，你这个这毒消不掉了，我又没针了，酸加毒是吧？而且很猛，这也是个 boss 级别的单位啊。不过不用怕，因为对面主力部队已经被清完了啊。我们先存个档，对面只有12个了，我们去找虫巢，快速把虫巢干掉，然后把通风管道封起来，然后就可以慢慢清剩下的东西了。这一局还好啊，这一局主要就是，因为我打过一次了，所以我有经验了，我开局把门都封住了，就减慢了对方的这个速度，没有让对方协同进攻。啊，这个猪容易打啊，这个猪这样。但是我这个毒暂时消不了，有点很尴尬啊。你看，我们这个都没有救，没有制毒的，没有治疗毒的了，直接让医生跑过来啊，正好顺便还可以看一圈啊。啊，这个地方是虫巢，看到没有？这里有这个东西啊。这个火是之前他那个 boss 走过的，所以没关系，不用慌。这边先看一圈，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管道啊，等下直接封死就行了。一枪还打不掉你是吧？打掉。啊，这封管道的话，最好要这个电子要工程师来啊，因为他封的话，他的那个 AP 消耗会少一些。啊，然后医生他有11点，我看啊，他不用加，他要加，他扣了130多点血了，所以他先跑过来让医生加个血。这边也是看一圈啊，看一圈，这个地方可能有蠕虫。快啊！先看一圈，没有问题啊。这个门好像是本来就锁上的啊，有意思。我们这边用一个160够不？他扣了130的血，160有点浪费了，是不是？他呢？但他哦，但是这边都是30层、35层毒，一回合扣30多滴血。那我觉得现在先别救，下个回合再救他，一回合要扣30滴血。先把这个管道焊死。OK，漂亮。然后他撤出来，好，医生卡在这个位置，他先站起来，
爬到这个位置，等下准备冲巢了。防御。榴弹手的话，先装个蛋吧。啊，这个时候因为榴弹手其实没有人了，所以可以用防御啊。这万一有虫子出来，就直接给他一发榴弹啊。其实我可以换冲锋枪，但是有必要吗？换冲锋枪换回来又需要15点行动点，有点浪费行动点。不用了，就这样。哎，不对，我往后走一个。啊，这样的话就能覆盖到这一块。OK。他的话没办法，他没 AP 了。行，就这样。哟，你来了呀！你看一回合要扣很多血，他这个。这个玩意儿的话，它就是能开门啊，也没别的。这个重伤的话，人员就会说 "Mayday" 了啊，这个求救。长点射能打他吗？这玩意用长点射打好不好？不太懂啊，感觉好像不太行啊，长点射。哦，还行。再接个短点射吧。哦，不行啊，他这个移动力不够。啊，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他救他了，加个血啊，加80。哦，他一层毒了，效果会减少50%。哎呦，忘记了，忘记这点了。他的话可以通过吃这个药啊，吃这个哦，他可以吃一个这个是吧？我看一下，25层的话。把这个药给他，啊，这样他就少一层毒啊。但是他们俩还是有。他是减几层？减五层是吧？减五层啊，减五层那没什么用。让他跑过来看一眼。哟，这不是，啊，这不是，哇，一刀还砍不死你搞毛？啊，这边下面看一圈，好像也没什么敌人啊。哦，这个门，哎呦，这个门，他来不了啊，妈个蛋！啊，这个门好像，哎呀，我也关不了这个门啊，我操，只能站这儿了。两手，快来炸巢穴！这样能炸到吗？炸不到，有这个铜挡了。榴弹呢？榴弹可以。我希望把桶一起连桶一起炸了。啊，桶还差一发。啊，漂亮。啊，没有行动点了，就是在炸吧，现在在炸。换个子弹，就这样，但没什么大问题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我这个是吧？这个有点缺医少药啊，感觉人要死了。没事，我只记得这个图，它是地图里面还是有一些道具可以用的。赶紧我们去找一找，找一找道具。又长东西了，我大蠕虫，哇靠，这也是个 boss 级的大蠕虫，赶紧处理，不然的话又麻烦了。先存个档，你这30几层毒，其实扣血扣起来很恐怖啊。先存个档，然后是我们要快速找点道具了，阿尔法级亚龙是吧？厚不厚啊？这个东西，试一下啊，试一下啊！啊，这血也不厚嘛。哦，
独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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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挡。他这玩意儿会炸啊，会一个5×5的爆炸啊！我操，就是炸了以后还有酸和毒啊！这不好玩啊！我们走远点，我们走远点。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这个长点射好像远了以后，这个精度有点感人啊，就超过一格，感觉有点感人啊，这个扫射。啊，我们注意一下这个5×5的格子啊，让他走到这来。哎，这样就没事儿。但是好像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有点啊，回得去，回得去。OK，没问题。用小型火箭炸，这个伤害高。啊，漂亮，虫巢被清掉了。但这还有个蛋啊，就看到没有，这还有个蛋。这个蛋，它应该出来的是亚龙卵啊，是一个小蠕虫。是一个蠕虫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打。我们先让它探探路啊，往这边。啊，这里是个物资，还有一些这个情报啥的，再看一眼啊。啊，再往里面看一眼。啊，没什么问题，好像没有怪。这个桌子上是什么？是一个维修工具，5个绷带啊，非常好。医生赶紧来。资料的话，我们让这个。医生赶紧，他的话就别挡道吧，我们让他或者往里面看看，再探探，啊，就一个医药包，没别的东西啊，没别的东西，应该没有了吧？啊，没有了，就一个小道具，然后两个这个情报啥的，就是那个数据啊，这个电梯应该是空的吧？怎么门都开不开呀？啊，不管了啊，行，那么我们医生赶紧过来。拿点绷带啊！失血都没有啊，主要是我要得加血，他们这些人血不够了。然后就是这个玩意儿，我有点想等它孵化出来变成小虫子再打，因为我感觉差不多啊，没什么区别。先撤吧，先全部往里面撤，人都聚集在一起，别散开。然后，我们工程师过来啊，他的话其实可以把那个维修工具拿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个额外的玩意儿，不需就是可以给他，可以给他，其实可以给他，就让他来捡一捡就行了。医生出来看一下门口啊，这些人进去。这个医生来看这个那个看那小虫子，你这扣血很快，我这边没有，主要是我现在没找到能解毒的玩意儿，挺麻烦的。哦，3格以内是吧？你不能解开这个吗？哦，这个它必须要贴上去啊，好像不能。行动点不足了，到这儿来，去解这个。他把这个能递一下吗？啊，可以递，啊，可以放在地上，扔地上只要2点，由他来捡。哦，这个门是锁上的，是吧？好像是不能打不开，啊、哦，可以打开啊！啊、哦，这边还有物资，漂亮。有一个小黄鸭是收集品，然后有士气的点数，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什么东西？手雷吗？啊、哦，冰冻手雷，朝目标网格扔就行。啊、是这个冰冻伤害，拿上。鸭子收集品拿上。这个里面是一些加士气的药。榴弹手拉吧，递给他，递给他，OK，76，86，下一次他要扣35加
七，扣挺多血的。医生过来先给他包一下。那只能加一下血，没办法。他包一下只能就16点血哦，好像。是的，因为他毒素已经积了一层，他这边也是，有点难，有点难崩，有点难崩。你看，只加16点血呢，有点难崩了。86，先包一下吧，那没办法，只能先顶一下。这边的话，这边应该没东西啊，就这样。啊，准备出去了，准备出去了，准备出去了。那个桶是会爆炸的，原来，行吧。感觉这个我们这个他这个毒把我搞得有点惨啊。之前的话倒是还好，这一回他这个毒把我搞得有点惨。OK，拿上了，拿上以后你直接撇地上啊，撇地上，等下他来捡。那小虫子已经没了，我们往那边搜啊，往那边搜。他走头好不好？他走头好像是不是不太好？没事，看一眼吧。啊，这是个门啊，是个门。这边看一下，好像没看到敌人啊，没看到敌人，暂时没看到。现在最好的是这个重武器手了，但是他啊，但是把门开一下。啊，有个管井，但是别的好像没有。顶一下，在这看一下。他们两个快流血，快流死了。啊，主要是中毒，快要毒死了，应该是。我那绷带也撑不了多久，我感觉。啊，他要30点啊，开这个玩意儿。啊，这有个什么？啊，冲锋枪子弹，我的天！啊，这 17. 坏了，这下是有点崩了。42点血，再奶一口吧。他这个血量，我们看一下，我们走这边下去看看。但他不能走，但他不能打头啊！我的天，他这个血量。他这边也没移动点数了。先过来看一眼吧。啊，没东西啊，到这儿来。我之前打过，这下面有屋子，所以我知道这个图。如果不知道的话就麻烦，这下面这一块有屋子，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但是现在很急，非常急，对，非常急，所以只能。冒进一下了，太急了，
扣血扣太严重了。你看这个血扣的，如果这个回合还没找到物资的话，那我又要消耗几个绷带，绷带要用完了。绷带加血太慢了，主要是那个医疗包什么的买的有点带少了，因为没想到之前我打的时候没有，主要是这个毒知道吗？本来如果除去这个毒，其实我已经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就不需要消耗什么物资了。Status critical, Mayday! 下面还有个小虫子是吧？这个小虫子让步枪来打吧。Affirmative. Kill confirmed. 漂亮，Mayday! Copy that. 漂亮！你看这个地方有物资，看一下啊。冲锋枪子弹，有两个生化包，哎，这个是我需要的，就是除毒除那个的。漂亮漂亮漂亮！快医生快来！Status critical. 我感觉他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像这样不行。你看，他是加减毒加100滴血啊，但这两人都快死了。如果下回合他就会死了。读个档，读个档，读个档，这是13回合。啊，在这儿毒打不能这么急，因为医生用完所有的点数的话，那剩下两个人会因为中毒重死。医生一回合他捡不到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还是先打掉他。但是医生我们要，我们医生，对啊，先，他也会要流死了。他先过来救他一下。加一口血，44。四的话不行，回不？哦，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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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能等医生了，只能让普通的人直接用了，不然的话。不然的话他就要流死了。这样，等一下，他过来捡的话，他要多少？他还满了是吧？他这个东西还满了。Status critical, searching. 需要30点行动点数，那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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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不断的毒打啊！他这个要，主要是他这个，他只有19滴血了，每个回合要扣多少？扣30，要至少扣30多点血。绷带一定要给他用了，那绷带一定要给这个人用，给金刚钻用。35，35正好，那不行，还得把这个东西也贴上。哦，那他也会死啊！我操，他们俩，我感觉有点悬啊，这个。11+7，我在想，如果我的这个金刚钻，我不管那个虫啊，我直接冲过去拿那个医药包，够不够？一用点，18，减一个不够，啊，打扰了。那就这样吧，我看他刚好扣31的话，这个人应该就直接死了，会不会？因为他正好是35滴血，这里要扣35。这里是不是还要扣？这里应该不扣了吧？是不是还要扣一滴血？
其实我应该先往下面走的，不应该先去上面，应该先往下面去。这个地方有药，我不记得去。这是什么东西啊？鸭子啊，可以鸭子，你可以先拿一下。嗯，什么霰弹枪子弹、步枪子弹、冲锋枪子弹、近战武器双那个挨个什么玩意儿？霰弹枪弹药，没什么好说，就这样。看会不会死人啊？我操，那边已经有东西在啃门了，我操！哦，还真的会死啊！我操！哎，能救吗？好像不能救，是不是？哎，那就好尴尬，我操！我能不能读个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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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回合七这吧。哎，多久了？这个视频录了。啊，一个小时22分钟，那还好。读到这儿了，我们直接走下面，别走那边了。直接往下走。这个玩意儿的话，我们用盆子来医生来解决吧。I'm on it. 那么虫巢我们先等一会儿，我们先把这个状态救好了以后，再去管虫巢。Yeah.你站起来，兄弟。Understood. Roger. No problem. 啊，其实也可以一起管啊。等会儿啊。Fire. Yes, sir. 其实按刚刚那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我有信心。Roger that. 为什么不他一个人处理这个虫巢？然后，哦，不对啊，这个虫巢有一个那个小虫子在这儿。I'm hit. I'm hit. Roger that. 哦，这还有个这个玩意儿，那等会儿，等会儿，太急了，有点太急了，有点操之过急了。那这样我想一下，如果不管虫巢，虫巢就会刷东西，这火箭也要2发啊。哎，你什么东西啊？不会吧。哎，你凭什么火箭也要2发啊？啊，不管了。嗯，哦，这个桶是不能打过去的吗？是全掩体吗？不是吧？哦，真是啊，我操！啊，那没事了，绕来绕去把那个耗光了，把那个移动力。哎，不对啊，你看这可以，这个桶可以，它可以掩护到后面啊。哎呀，我以为它是全掩体，绕来绕去。算了。啊，这个玩意来了，我操！哎，等，不对，啊，也对，啊，对的，不对，对吧？人家长沙的那个谁，啊，
是喜欢这么说，对吧？那我是株洲人，我也是湖南的，我也可以说对对，不对不对，往后退一点。我要退一点，我再来整个活。榴弹来整个活，啊，这应该就没有了啊，这应该顶多就是一个那个什么那种一个小虫子了，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跳一下，66，它还可以撑两回合。哟，这不虫子吗？哟，这不是虫子吗？不急啊。他到哪个位置可以打一轮？好像都不行。八，然后接一个短点射，一个短点射打不烂，打不了虫子。打不死虫子，感觉一个短点射。两个短点射够了。浪费点数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跳一下就行了。至于这边的话，过来，我觉得换榴弹是不是不太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行动，是不是得换个冲锋枪什么的比较保险一点，换把冲锋枪吧。7点是吧？没事。OK。这下重个打啊，9回合。他先把这个口子焊死，一声跳过去。拿一个这个玩意儿 ，OK。你也跳过去，35是吧？好，他奶好了。但这个地方那边会有人撞门，应该会有那个怪撞门，所以要做好准备了。哦，那这样的话，榴弹没过来啊！哎呀，算了，先这样吧。他要21点啊，他行动点还不够。那你们看还能拉点什么别的东西吗？步枪子弹。这个什么空间弹，破甲减一，但是伤害加4，没问题。装上这个子弹。剩下的东西呢？霰弹枪子弹、鸭子，这个也是他用的吧？品创奇美拉和这个品创下的犬有什么不同啊？更强的破解装置，那拿一个。其他的先不要。等，刚好像我记得这个地方过来以后就会有怪撞门，然后那喷子你不能那个的话，你就整点，这是什么生化霰弹？哦，特殊状态，拿上。啊，装上这个霰弹啊，有可以有这个特殊状态的毒是吧？毒和麻痹伤害的，漂亮。这边还有些普通子弹，你反正行动点有多也可以拿一拿，对吧？也可以拿一拿，没问题。然后他到这儿来，拿个鸭子，
鸭子是什么时候？是可以额外回合，每回合开始可以加十点士气啊，没问题。冲锋枪弹药，这个都不需要。他蹲一下。Holding position. OK，就看他的了。这是不是有个小虫子？有个小虫子。那我们直接切榴弹嘛。哎呦，切榴弹感觉应该切着榴弹过来的，不然的话这个挺尴尬的。哎，算了，就这样吧。果然冲上来了。其实应该切了榴弹再过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榴弹直接把那个全炸掉，而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非常尴尬。就是我面临着，要么就先打了虫子再炸这个虫巢，要么就是，对吧？哎，这玩意儿打扰了。啊！打扰了，直接载入。我忍不了。我气不过，我操，我忍不了了。哪有这样的嘛？你一个冲锋枪打一个小虫子，打那么多轮还没打掉，我受不了了。我确实刚刚没绷住啊，难绷。这不就好了吗？哦，还有三层流血，那也治一下吧，顺便。哎，这个医药箱是哪来的？哦，之前就有医药箱，一直没用啊，忘记了。流血给他治一下吧。贴个那个疤。啊，这样他就。只是说这边就过不去了，你跳一下。拿点这个空间弹装上。等一下，拿上这个。剩下的就看他了，他先看一下后面吧。这边的话，把管井封上，换出榴弹，然后别动，就在这儿别动，对吧？别动，等会我们直接进去一发把什么虫子那个虫巢全炸了。你站在这先别动，你别去开这个怪。哎呦，他自己会过来。哎呦，算了，打扰了。原来不开怪，他的怪会自己过来，打扰了。那啊，没办法，那还只能这样了，只能两轮以后再怎么说呢？只能先解决一个小虫子。哎，这终于打死了嘛，这样才像话。把这个装上。OK，站到这儿来，没问题了。等会就直接开炸。啊，这边。这边的话，那他可以直接救自己是吧？只能救失血效果，不能救毒啊。他有23层，那不急，等他再多扣一点血再救都行。把这个生化子弹拿上，装上。冲锋枪子弹没必要，没必要。我们虽然他。冲锋枪，它子弹挺多，没必要。他在这儿防御。不对，别急，别急。
来推箱子游戏。Roger. Holding position. I'm hit. Orders. 或者我们干脆。Roger. 如果我们这样呢？嗨呀，赢！这不是大赢特赢，我操！他看一下后面吧。哟哟哟，不撞这个门了，开始撞上面那个门了。哦，再撞，再撞，再撞！哟，你来了呀！哎呦，我操，还是能够击退啊！我还以为他会被卡在这儿呢。什么打、啊？这边是一个亚龙卵。哎呀，我随你什么卵！开炸！再炸！下一个回合他就没了。这是一个阿尔法级死神啊，带火。简单，这个事情就是。他背后装甲很差，但前方装甲挺厚的。先顶上来，他是四层流血啊，不怕啊，不怕四层流血。他顶上来有没有？试试看吧，先。啊，打出撕裂攻击，可以了。你往后走一点。盆子跟你开玩笑是吧？直接怼他四枪死了，这就是喷子啊，这就是喷子。四层出血，但他也扣了血，正好我也可以救一下，没有问题。他是救16层出血，哦，那其实不急，先吃点小药。这边看，好像这边还有东西在咬这个墙，应该是还有东西。Standing by. Roger that. 看一眼。啊，这地方是被锁住了，这个门是被卡住了，是吧？那就这样。应该把箱子推过来的。哦，他可以推过来，没问题。啊，他这个地方卡位了，有点卡位了。下去，他这个推不动了，先这样吧，等下一回合。下一回合他把这个箱子推到这个位置，然后这个，看一下，他把箱子推到这个位置，他这个防御开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步枪手站在箱子后面，站在这个位置，可不可以？或者把箱子推到，推到这儿，盾起到这儿，然后这个哦，这个地方有个斜角，不行，箱子推到这儿，盾起到这儿，冲锋枪到这儿，自动步枪到这儿，或者到这边，到这后面也可以，可以啊，到后面也可以，可以啊。没问题，走下一回合。还没啃掉。好，那就不急，门还没啃掉。
箱子推到这儿。然后他到这儿来，再吃点药。啊，十七层没问题。啊，他可以到这边来，他可以往后走一点。Holding position. 这样感觉有点不太好，这个地方对面应该是可以过来的，可以打到的。把门打开，这样。Holding position. In position. 就怕对方从这边绕。哦。哦，这边走不了，这边走不了，只能走这边，那就简单了。Holding position. 对吧？他在这儿卡住。看啊，这边是走不了的，走不了的。Holding position. 让他卡在这就行了。他只有四十多滴血了，他是不是他下次要扣二十滴？他给自己救一下吧。啊，这下加满了啊，这下加满了。但是还是会每回合扣二十多，哎，其实再等应该还得再等一个回合就好了。算了，就这样吧。他到这儿来。万一对面从这儿冲过来，他可以喷。这边的话，哎，我切错状态了，不过没关系啊，反正一发打掉了。好，然后我记得这边是冲锋枪子弹，所以不要捡了。那边的话需要黑客去黑，因为也没有什么其他这边需要的东西，所以榴弹可以先撤回来啊，可以先撤回来。榴弹可以先归队，然后等会儿我们从这儿处理完这里以后，再去那儿把什么资料什么的拿了啊。榴弹已经没有弹药了是吧？那冲锋枪，等下这边冲锋枪子弹他捡一点，捡一点。哦，他怎么是用近战防御啊？你搞毛？哎，他还真的从这儿溜过来，哎，他是用了近战防御，哎，傻逼了。这下真傻逼了，对吧？你为什么是用的近战防御吗？我，哦，因为他没子弹了，抱歉，那确实是我的问题。这边里面还有东西吗？哎呦，我操！打扰了。哎呦，我操！打扰了。没有雷呀。打不到，没有雷，没有爆炸物，蝎子会自爆，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就是等他来，等他来。今天冲锋枪子弹吧。这个是穿甲弹啊，可以。捡点子弹。I'm hit. Roger. 嗯。I'm hit. Holding position. 哎。啊，可以可以可以，这样的话蝎子只要过来就会被打到，啊，爆炸范围也在范围之外啊，没问题。Roger. 他的话没问题。Roger. 医生先让开吧，别堵路。Roger. 等榴弹过来。行，就这样。这确实看不到啊，这里确实看不到。
要快点打，不然这个他等下又要流死了，我们这医生要流死了。那是这样，他直接跑过去处理那个，就是去拿那个物资，因为那边应该是我记得没有虫子的。他先走，101滴血，然后2层掉血，没问题，这个没问题。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这样。哦，我推进去了，推进去了也行，让一下。小心火箭打不到，榴弹打得到。哎，漂亮，清掉。这下里面应该没东西了啊。啊，没了。OK， 走。然后这边应该是没有的，这边应该没东西吧？看一眼。我记得应该是没东西。啊，这边到头了。这边的话应该跟这是连通的，我直接走这边就行。哦，这有几个爆炸桶，那要榴弹清一下道，开一下道。还有4发榴弹啊！要打快点，打快，打快点，不然这个，怎么说？不然这个医生现在是医生要毒死了。哦，在有人在咬这个爆炸筒，那直接把它炸掉。这个他去处理这个物资。别动别动，他先把管井封了，这上面有个管井，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什么管道，把管道封了。然后榴弹，走一下，榴弹过来直接把它炸了。这个桶是不是会炸啊？等会儿，操，这肯定是炸掉了，没关系。换个手枪，点一下。啊，漂亮。斧头走前面，斧头走前面。I'm hit. Roger. 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结束回合。哟哟，再咬东西，再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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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这边好像有东西。存个档，我去看一眼，感觉那个上面肯定是管道刷怪了。看一眼是什么东西啊？啊，就你们俩？不会吧？问题是我进不去了。把这个打掉。这样就可以了。管道还差一点，那我等会儿再封，下个回合再封。Roger. 这边应该是没东西了，看了一眼，这边有挺多火的，跳一下吧。I'm hit. Affirmative. 开门。哟哟，他是屁股朝我的是吧？那不就简单了。这有两扇门，不急。蹲一下。
哦，他可以跳，他可以多跳一格，他是那个战场专家的那个专精，他可以跳更远跳一格。哎呦，我刚刚其实有点浪费他了，浪费那个。OK，那暂时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个药血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他？他这个，我操！我操！你他妈吓我！你出了个什么玩意儿？你刷出来一个，我 run，赶紧 run！这你还不 run？哇靠！你他妈怎么刷了个这个玩意儿出来？就能打吗？感觉不能打呀，一个步枪兵不够。好像确实不够，wrong。三层燃烧，三层流血，wrong。开门，这是什么东西？冲锋枪弹药，这呢？一个机密文件，两个医药包啊，这个可以。三个钳子，好，钳子是什么？我们看一眼啊。钳子是修理工具，也是修墙、修那个物体的，但是不能修人，那没用。数据可以拿，医药包要医生拿。先别开门。可以。可以。然后医生绷带打给自己，再多撑一会儿。冲锋枪子弹暂时不需要。开门吧，要不要开门？感觉不行，我这个前面肉坦的点数不够，等一会儿再开门。榴弹先看一下屁股吧，先看一下屁股。然后他赶紧跑，直接往这边跑，不管，直接往这边跑，跑到他们这边来，对吧？我那个道已经封住了，这蝎子，对吧？过来吃榴弹就完事儿了。对面只有两只异形了，好像。哇，你还走得挺快呀、啊！什么的？只有两个虫子了，只有两个虫子。哎，我不知道最后一个是什么，是吧？他这边先往这，先不急，我先把这个舱门打开，看里面有啥。我操，电子锁，那还得真的要他来。先往里面跑。这下面好像有东西，感觉有东西，不知道。把距离调到最远啊！榴弹来了就直接炸。你去给他加个血啊，直接给他奶好，哎，这下好了。有东西在啃门了。来吧，把门打开吧。OK，什么玩意在啃门？就你呀、打掉。发电机好像感觉没必要入侵了，这个玩意有什么用吗？不知道。那就只剩一个虫子了，但是那个数据没回收啊。算了。哟，虫子呢？怎么，对吧？怎么就不见了呢？虫子？
那这个里面是什么？看一眼啊。进站手去看一眼，医生回来。应该是两发榴弹的那个。嗯，对面那个蝎子不动了。Why？ Orders? Yes, sir.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面板。这个地方有虫子啊，感觉它有这个什么标记，但是没看到虫子。No problem. 你看，没看到虫子，奇怪。Roger that. Mayday. 哦，他血不多了，给自己用一个吧。蝎子怎么不见了？刚在这儿了，怎么突然就溜了？我说，他也懂得不在开阔地带是吧？啊，这么聪明的。哎，他不能在这儿。往后走一个。Holding position. Holding position. Standing by. Understood. 来了。Fire in the hole. 好像把他炸到了。好像没，总之打完了。哎，多久啊？用了这快两小时了，果然。不过中间读了一次档吧，还是。啊，这个《金刚钻》有一个什么奖章，一级士官长一个什么奖章，然后他一个什么奖章，他一个什么奖章，奖章什么用？不知道。啊，这个，标准总啊91分啊，可以啊，这个表现你看还可以吧。援军三个，对面多刷了三个兵出来，21个回合，这次还是在回合数之内玩了。实际游戏时间是一个小时啊，就是读了档啊，没有击中友军非常好，造成财产损失那没办法，对吧？那我必须得炸啊，读了三，重新载入模拟器三次。哎，我其实读了哦，我只读了三次档吗？好吧，额外奖励三，但实际上不对啊，我还有额外奖励没有拿到，因为他直接强制结束游戏了。下一面板啊，对友军伤害没搞砸，干得漂亮啊，没有友军伤害非常好啊。榴弹手造成的财产损失最多，那当然他直接开炸就完事儿了。但是对，你看反而是我们那个工程师啊，这个电子工程师承受伤害最多，因为他就是在封管井的时候把对面突然刷一个蝎子出来嘛，狠狠的炸了他两下，那个太狠了，对吧？反而是我们的坦没有多那个，就多承受什么伤害啊。这个是刷的一些物资啊。OK， 那就没有了啊。这个这关任务打完了，这些视频就差不多了吧？两小时了，我真的也很累了，我坐到后面真的非常累。行，那就这样吧，这些视频就到这了，感谢大家关注视频啊。对啊，别急。别急，我看一眼那个奖章是啥意思啊？最大神命值加10%啊，这有获得条件的，有获得条件的，啊。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啥意思啊？什么星语位置，暴击率加3%啊？啊，他没重武器手一个奖章都没有，他现在目前就两个奖章，一个加血的，一个加这个暴击率的啊，他有这个完成条件的。OK， 啊，
那就这样吧，那就这那到那这期就到这了，感谢大家观看视频，我是07，我们下期再见。